姐要争取时间。Hello，Hello，嗨，大家下午好。嗨，大家下午好。哇，今天看一下时间，真的是下午，傍晚了，傍晚了，多一个小时可以吃晚餐了。哇，真的很开心耶！今天我们来 BS 里，然后又找到我们的能够我们的导师来访问呢。来，啊，介绍一下，介绍我的背景吗？我的名字。嗨，大家好，我是小梅。哇。我的小梅导师哦，应该大家都认识啊。她每天很 active 在 social media 呢。我可能比较多 BE 的领袖认识，但是你身边的朋友应该是比较认识比较多你啊，因为这个户口是你的嘞。啊，对，这个户口是我的，但是也是可能会认识，因为有看到你的那个哦 social media 嘛，对不对？太好了，快点给多多吧，给多多赞。哦，上面都瘦了很多，谁认同的话快点给辣也赞，太开心了。为什么这个不可以瘦这样夸张？是真的，瘦下来真的是很开心的，就是真的。OK， 所以我今天要访问我的导师。OK， 有没有发现我是想问一下你是讲看到 BE 的这个事业，以你那么专业的这个背景。OK， 以前呢，我是一个工程师。不过所谓的以前也真的很久了，我是8年前，哇，真的哇！因为现在我是2005年，那时候我25岁加入直销，认识那个时候我是工程师。所以我为什么会接触到直销的这个领域，是因为我那时候经常有问题，扁头痛、颈痛，然后便秘的问题，然后肺感染，就是很严重，伤风感冒，然后过的时候，基本上真的是要吃。每天都吃冰酒的就对了，哎呦，因为要止痛嘛，所以为什么又不能够工作嘛？所以因为这样子，我接触到保健，所以我就接触了直销的领域喽，然后也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我启蒙，我看到直销的上线，就是上线自然喽。因为上线自然他也是工程师背景，因为他是读工程，就是专业背景啊，但是他没打过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已经做工了。我就奇怪，什么读这么多书的人，不要说国内，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好奇？是吗？所以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所以那时候你就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你在你读了专业读这样辛苦4年呢？因为我读大学啊，是真的是，还再加上我的情况是家庭背景不是很有钱的那种，我们是跟政府借钱去读大学的。所以快要去做工就是要还政府钱嘛，因为跟政府借钱嘛。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自然上线不用打工嘞？做直销什么来的？是不是骗人？是什么？然后其实真的是打开心去了解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直销是可以做得很专业的。然后原来我们是工程师，我虽然有专业的背景，但是我们其实都没有专业的收入。做工程师的就知道了，我们讲厉害都好了，我们的 CD 也好，我们的 AM 也好，我们的 manager 也好，他的收入、他的时间。他投入下去的和他的收获其实是不能成正比的，所以我看到如果我在直销努力的话，我就有机会像我上线这样如果我在我的工程师去努力的话，我就像我的上司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走哪一条路，我就开始去想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选择这样，因为直销是很伸缩性很大的嘛，很机会的嘛，所以我就换个方式来开始，到我3年后我全职到现在所以我全职和我接触到现在已经18年了，18个年头哎，真的不简单哎。我都讲，我常常讲我做直销还久过我认识我老公，还久过认识。是啊，这样就是讲你们还没发头的时候都已经是你是我已经在做这直销了的。哦，可是你那么专业哦，你可以真的是选择了过后你就从事这个。是啊，选择了就要全心全意啊。全心全意啊。但是最近最近好像你的印尼的那一个组织那边报道很够力是啊，是我看到都哇，很紧。可以听说你是有很多印尼的团队好不好？听说那天才去看那个什么印尼的维丁那边就已经9000个人了，所以其实是到处都有人呐、啊。真的是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是机会，真的。而且我们做传销真的可以认识真的不同领域的人呐、啊。尤其是好像我上线讲专业人士你更厉害嘞！我只打工报专业人士只好听报你是做生意哎。像我想问你了，像你为什么做生意会来做 BE 呢？应该很多人会问你吗？我来做 OK， 其实我来做你做生意做几久？我做生意接近有10年了。10年呢，而且你是做什么生意？我是做加湿五金啦。我加湿五金是大家都公认的，知道这个生意是能够什么啊？
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啊，薄利多销，然后是很赚钱的，好像卖一毛两毛一毛两毛钱的，但其实是一个很赚钱的这个生意。对，但是当我们生意越做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烦咯，烦恼越来越多咯。啊，这样如果是我们有做到放账的生意的吗？很快啦，我这样子就真的很头痛，很头痛啊，因为我们不像放又不是，不放又不是，对，是进退两难了。有时候，尤其是遇到好像接近过年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出现的，嗯，很悲催，嗯，所以要幸好 BE 全部都是用 BE for you 啊，对， BE 真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做生意，但是我们没有了金钱纠纷的，不纠纷啊，金钱的这一个部分的那个敏感。对不对？对对对，方便多啊，然后又不用囤货，这个才是够力，这个才是最够力的。所以那我相信你五金更囤更懂。对，你知道我 MCO 的时候，我囤那个五金，我真的是有囤沙嘛？啊，沙没有沙，没有，我是因为如果沙的话，你是要整个后面的一个厂来沙，还有那个洗面呢，石灰。我是囤那些五金加湿的五金，也是很多咯，加湿是就是 cabinet 的五金啊。对对对。连那时候 MCO 的时候也是囤了那个货啊，然后又 MCO 又 lock down 有没有？哇，那种压力真的是，我真的是不会形容啊，真的是睡不着的，压力都一直在想办法，找想出路，对不对？那时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 MCO， 全部人都第一次而已。对对对，真的是千万不要有第二次啊，懂了？懂了吗？不要啊，很怕。就是那第一次哈、啊，哎呦，真的是没记得那时候的压力哦。哇，那时候其实你的生意都赚钱的嘛，对吗？那时候还 OK 的，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做放账的生意嘛，放账生意你知道 MCO 各行各业全部都不能动的时候啊，你被落在家的那一个感受，那个压力哦，不是用口可以形容出来，要你经历过了你才可以感受得到，真的你感受得到了过后，我跟你讲哦，真的是你会在家的时候你会去想，你要怎样呢，下一步要怎样做呢，应该怎样做呢，租金要给，工钱要出，然后货又囤在那边，你又不能出去，生意不能做哦，真的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幸亏哦，我在2019年遇到你，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啊，我马上三天后 MCO 三天后，我马上决定把我的门店门市啦关掉，哦，我马上做了那个决定，我关，因为我看到你这个机会，就你更厉害，没有啦，也是在学习，也是在学习，因为。MCO 嘛，病毒嘛，我们都看不到前面的路了嘛，方向已经很不明朗，也不明确嘛。然后为什么我一直要在那边停留啊？是，我要找办法，我要去解决我的这一个问题嘛。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对，所以线上很多做生意的哦。如果你们听到那上面大的心声哦，我相信做生意的都是这个心声，不是赚到钱哦，赚到钱没有时间，然后比健康都很烦。生意越做越大也烦，真的生意做得很小又很烦，又花cover不到，又花租金，然后又员工又货、哦、是是是，所以做生意真的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健康没有，是、我记得早期我见沈明大的时候，真的哦，眼黑眼圈脸色比较苍白、不算苍白啊，暗沉，比较暗沉的、很累的感觉，对对对，真的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拼很拼的老板娘们，没办法，我们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做生意十多年哦，真的，如果可以做生意十多年，我相信你要，你真的是看到 BE 的这个事业哦的那个分别哦，很大分别。所以当我一看到我的朋友，我的上线哦，他跟我讲的时候啊，当初他跟我讲，我真的是听不进耳，因为我自己有生意，我很烦。是，过后他一直不放弃来跟我讲，跟我讲，跟我讲。然后我就放下自己的成见听他讲啊，一次两次这样几次了，他真的没有放弃过我，真的很感恩哦，啊，真的很感恩，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恩遇到他，给我遇到这一个BE的这个机会，是真的有时机会来到哦，真的不要拒绝人家，对对对，我们还不知道，给人家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改变去提升，别的机会我们不敢讲啦、但是BE的这个机会绝对是你值得认真进来看的一个机会，是因为别的机会其实在外面有很多，真的是有的没有的，甚至是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些啊这些机会呀、讲罢了的，但是他并不是认真，但是 BE 我们敢讲的，对不对？因为沈明大师做了10年的生意哦，然后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哦已经18年了，对不对？18年应该很足够。
很足够让你看到 BE 的这个事业是我们是多么认真的。嗯，真的真的太好了。然后小妹上线，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鼓励的话？给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突飞猛进，耶！新年快乐。啊，真的哦，因为我们讲新的一年新的希望，要抱着新的能量，因为过去的真的是过去了，无论之前过得怎样都好，其实新的一年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新的那种气，就那种 energy 啊，那种能量，然后开心的去活出自己，不是2023罢了，是自己的人生，对不对？对，真的我们是要去要怎样去规划我们的这个人生，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厉害了你！我明天的课题就是要讲规划，这个果然是有来上过 BAS 哦。真的是我们要去规划，是要趁年轻，我们体力还在的时候去拼，对，拼一轮，你拼了你不会后悔，你不拼你就会后悔，真的。所以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是在拼着。你很年轻好不好？很年轻就出来创业好不好？没有啦，因为我也是想提早让父母可以退休，或者可以孝顺父母嘛。虽然现在父母是已经退休，但是健康也属于亚健康嘛，希望可以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时候我可以提早尽孝。太好了、因为父母就是我们家里那两层佛，我们只要把这两层佛顾好的话，我们做什么东西都会顺顺利利。对好，谢谢小梅上线的访问，谢谢，好的，拜拜，新年快乐，一定要来追我们这个 BAS 哦，真的很开心耶！对对对，那来 BAS 你要先上 Ambassador 你才可以来哦，一定哦，快点来找什么大家讲 Fight Ambassador， 好的，谢谢，拜拜。